今日节目《欢乐夜市》是真侪在地民众，佮游客设计买物件、食美食的第一选择。伫即一阵仔，因应着武汉肺炎的疫情，真侪摊商拢积极来做好着防疫的准备。除了讲伫最暗加强着环境消毒，佮有知名的店家联合发起着“你无伫最暗，我就无爱买”的这个行动，来呼吁着消费者做伙来配合着防疫的工作。伫今日市长吴敏辉伫咧22号，因暗是特别前往文化路夜市来了解业者防疫的情形，同时嘛为摊商来加油打气。刚以市长敏辉在卫生局人员的陪同之下，来到文化路夜市来了解着现场防疫的情形。沿路真侪摊商和民众拢热情和吴敏辉来拍招呼。伫看到进入夜市的民众和摊贩，大家拢主动递嘴暗。市长敏辉特别感谢大家愿意共同来做好防疫的工作，伊嘛为摊商来加油打气。为了大家的安全，我们也呼吁大家走到夜市里来，因为人潮会比较多，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戴上口罩，保护你，保护我，保护大家，让我们有一个安全卫生消费的好环境，大家能够快快乐乐在这边可以逛街。我想我真的走到这里很感动，是我们的店家甚至我们的民众都非常乐意的配合，也非常认同，他们认为这样大家更安全，大家更安心，所以我们走到这里来很感动的鼓励大家，只要你用心我用心，防疫工作大家一起来。随着疫情变化，嘉义市政府伫咧即礼拜开始鼓励民众响应着业者无伫最暗我就无爱买的行动，呼吁大家做伙来做好防疫的工作。伫文化路自治会除了配合政府三德保持社交距离之外，今日咧邮局门卡口、自治会的门卡口，拢来设立酒精打洗手的地点，大心和防疫再升级。伫观光新闻处，就是和艺术家庄信堂来合作，以沉睡森林的动物作为主角，设计防疫的标语立牌，让每一只动物都戴着无同款灰色的嘴暗，提醒大家爱较接洗手嘞，保持社交距离，戴嘴暗共同来守护着嘉义市。最新新闻，杜丁松、王小璇，嘉义市采访报道。旺 TV 行动客服全新登场喽！现在只要下载旺 TV 行动客服 APP， 并登入您的收视户资料，就可以马上查询电子账单、发票及直播频道等行动账单客服服务，让您带着走，一次满足所有需求。旺 TV 行动客服最聪明，请快去下载哦！旺 TV 数位电视。